妈，你都不问我吃过饭了没吗？少宇，可不可以帮义父带便当？我已经吃饱了，谢谢。哎，义父，等一下，同学们都这么关心你，你为什么老是拒绝我们？生命啊，它是很奇妙的，就是它受伤，它还是可以好起来。你刚不是说植物要长得好，也要施肥吗？每周日晚间6点，我的这一班就在公视